Hello，日本的 Chinese Studio。今天呢，我刚从有没有电玩展回来？昨天的电玩展的影片，我有和拉姐，我有买了这件衣服，然后还有电玩展的这个手。所以今天这部影片虽然是在电玩展那部影片的下一天拍，但是是在电玩展那一天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干嘛呢？我们今天又要来开箱喽。对，因为我前好几天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。那今天我们要请我们的小帮手来帮我们开箱，童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童妹 Yuma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开箱。那今天我们来开什么呢？童妹，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开这个，对没有要开这个，那我们就来开吧。这个，来，看你打开啊。对，它从美国寄来的，它是对国际包裹，然后因为有下雨，所以它都是湿湿湿的。来，童妹开箱，童妹要怎么打开它呢？这还好黏哦。童妹觉得它很黏。虫妹，她不是这样开的。我只是在乱。虫妹，你会不开心？我不开心，是我在乱开心。虫妹，啊！这是什么？故意把的。对，因为我之前的面具，都是它，但是它有点闷，对，它里面是长这样的，就是有点闷，所以我们今天呢。就要来组装这个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它只是纸而已，它只是张纸。I wish I could be cool. Kiwi weakless, this is what I've always wanted. 好，谢谢，童妹超棒的，童妹是我们的最棒小帮手，耶、yeah.。有同位改组啊！大家拜拜喽，下次再见。Hello。我鼻子大，鼻子大，屁股扭，屁股扭，屁股，我的长尾巴，噔噔噔，要按赞，然后还要订阅影片，不知道该怎么讲了，反正。扭屁股。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在影片上点喜欢，然后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哈哈。拜拜喽。